국내 주요 시설을 폭파하겠다는 일본발 테러 협박 이메일이 또다시 발송됐습니다. 남한 又出现恐吓电邮，这已经是近期第五封。南韩政府人心惶惶。광복절에발송된이메일은부산대구등전국여러시청을비롯해서울대연세대포항공대등대학교가언급됐으며수요일과목요일사이폭탄을터뜨리겠다고예고했습니다这一次的恐吓邮件是用一名日本律师唐泽贵阳的名义发送，信中还提到会放置 2.7 亿颗炸弹，让南韩警方大动作展开搜索。경찰은이메일에언급된장소에사람들을대피시키고경찰특공대와폭발물탐지견등을동원해수색을벌였지만다행히위험요소는확인되지않았습니다南韩近期频频接到恐吓邮件，从八月七号开始，多位公务员收到威胁，杀了议员李在明，否则会引爆首尔某图书馆内炸弹的电邮。接着九号，警方接获将炸毁国立中央博物馆、大使馆、学校等恐吓电邮。十四号，南韩多家媒体收到光复节将会炸毁首尔市政府大楼。然后最新在十六号跟十七号，首尔市府分别收到两封扬言炸毁许多公共设施的信件，竟然短短十天内就收。收到多达五封。서울경찰청사이버범죄수사대는메일형식과 IP 등으로미뤄볼때네차례모두동일인으로추정하고南韩警方表示正在查明发信的人，同时也请求日本警视厅一起协助破案。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